商店年轮里，有一群人靠着坚毅的精神、奋斗的态度，创立了一家家老字号的商店。他们陪伴台北人走过许多年岁，也见证了台北的繁荣与进步。雾气渐散，氤氲空气的硫磺味渐淡，离开北投，来到邻近的士林。其实士林当然这讲几个字，就以前他们讲如士如林这样的一个地而起的一个地名，因为以前的一个潘家哈，他们在士林哈开始开发以后哈，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坦白讲，以前文风还是蛮盛的哈。那因为它处于台北市的近郊了，那以前大概去那边大概都坐北淡线的火车，从台北出发以后还三四站才能到的一个地方嘛。从早期的文风鼎盛到现今的商业繁荣。士林有着重大的面貌改变，尤其在熙来攘往的士林夜市里，有间棉被店显得突兀，却温暖了世代台北人。瑞城棉被行至今已传承至第五代，起初都在桃园打棉被，但因老家失火，第三代李火林师傅决定举家北上。所以说士林的时候，就是从我外祖父惠林阿伯那时候棉被店打出了知名号以后，很多师傅都知道说啊，士林这边等于算有市场，也来这边制作，店家越来越多，甚至我们的那个商标大家也都会仿着做，就是仿着说啊，这起惠林阿伯走。在过去我们物质缺乏的时代啊，棉被啊是一个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民生必需品，所以古代小偷会偷棉被的。每一个家庭当他遇到这个女儿要出嫁的时候啊，他给的嫁妆里面呢，最少最少最基本的呢，他就是要一床棉被。所以我们不管在士林、在万华这样的一个，或者大道城这种老聚落，你就要看到这个卖棉被的地方，他一定有卖嫁妆。那卖嫁妆店呢，也一定会有卖棉被的地方。哎，过去物资缺乏的时代，定做棉被是件大事。通常在婚嫁时才会订一床新被，而台棉被成为台湾早期重要的行业。咱手工的吼是利用迄个自然物啦，自然的物件啦，因为你若化学的吼，袂用的断啦，迄茎也袂用的断，一定爱咱就自然物的物件，咱就米灰，啊米灰吼伊较比较保暖又透气。看似简单的铺棉动作也是大有学问，交叉式一层又一层来回铺放，如此棉被的厚度和棉花的分布均匀，棉被做出来才会平整好用。承载着木头的重量，一成不变的动作最少要持续半天，至此早已汗如雨下，但手工棉被这才完成一半。交错的纱线紧紧包覆棉花，放上轮斗来回轻压，牢牢稳固飞扬的棉絮。看着师傅将棉被翻身，所有繁复的步骤必须再做一次才算完成。各行各业嘛有辛苦的所在啦，吼！啊，咱较早都细汉都学这，啊，咱都做这。